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第784面，倒数第七行啊，倒数第七行，从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于圆顿中更显圆顿，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现在接着看下文。则以性愿持名一法，广摄六度万恨，圆摄十大愿望，直如一句佛号，摄尽普贤无边行门，会归文殊一心三昧。经中所说的方便当中的方便，圆顿当中之圆顿，就是性愿持名啊，确实没有比这个更远，没有给这个比喻这个更顿了啊。这一法广摄六度万恨啊，性愿持名这法，菩萨六波罗蜜全在里面。因为名号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包括进了，隋唐时代的古大德曾经研究过，世尊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在这一切经里面，有没有一部经能够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通通包括在其中，而一法不漏？他们确实找出来了，也几乎大家共同承认，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大乘称之为根本法论。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这个根本上的枝叶。啊，在中国成立大小乘8个宗派，8个宗就好像树干，干里头生枝，枝生条，条生叶，所以每一片叶你慢慢去寻着这个去找，都能找到根，都是同根所生。这个根本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那么佛华华严经幕后十大愿王到归极乐，就归无量寿了，所以无量寿是华严经的归属。华严摄一切法，
无量寿当然也是一切法，所以六度万恨、十大愿望，通通都在一句名号，直如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摄尽普贤无边行门，啊，解门行门，通通都在一句佛号之中啊！所以这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佛号功德无与伦比，没有一法能比得上啊！所以我们要修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报。从哪里修呢？念佛全都修到了，这是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用这个方法修福，用那个方法修福，跟佛号差远了啊！如果不是深入经藏，你怎么会晓得？啊！但是这一句佛号要真诚心去念，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啊！世出世间一切善法到佛就圆满了，啊！确实不可思议。啊，回归文殊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前面也学过啊，时间长了也许不记得了，这个地方再温习一遍啊。这一段是从佛求大字典揭露出来的说语，心定于一行而修三昧，又名真如三昧，或者叫一向三昧。啊，这个里头的意思，心定于一，三昧就是禅定。定在一桩事上，或在定于一相上都行啊。真如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自性，也就是法性啊。心定在这上面不动，这叫一心三昧。三藏法书里面说啊，四十第四卷，一心三昧者，唯专一心，修习真定也，此有离四二种啊。离一心三昧，为定心观真如之一理文殊般若经下卷，就上下两卷，啊，这里面经有一段经文这样说的：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心三昧。法界千差万别了，那是相，
差别相。法界一相呢是实相，一相是什么相呢？空相。你观察宇宙之间万事万法，它是一个空相。怎么个观法呢？我们现在得到方便了，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在菩萨出胎经里头，佛问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即实，佛出了这个题目。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念念都有形，形皆有实。回答得很清楚啊，很明白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熟，为什么呢？你能把一切万法了都放下了啊？为什么放不下？不知道事实真相。弥勒菩萨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这个就是诸法实相。好比什么呢？好比我们看电影，荧幕上呈现这样这个现象啊，电影的道理我们懂啊，在电影的底片，在放映机里面，1秒钟24张，我们要问荧幕上那个像的真相是什么？哎，真相就是这个，一张一张的幻灯片，这就是它的真相。啊，你能看到真相，你就不会被假象欺骗了。啊，真相是什么？是每一张幻灯片，它生灭的时间只有24分之1秒，你记住这个。啊，就是说，它停留在荧幕上的时间。啊，24分之1秒。那它就灭了。第二张出现了，第一张就没有了。只有第二张了。第二张灭了，第三张，这个第三张出现，第二张就没有了。你去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叫诸法实相。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速度可快了。啊，电影只是1秒钟24张，24个生灭现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秒钟是1600兆。啊，我们现前这个现象是1600兆分之1。就是1秒钟它已经生灭，这个幻灯片已经换了1600兆张了。哪一张是真的？一张都不是真的。所以说万法皆空，决定不可得。我们生能不能得？不能。生也是的，1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哪一个神是你？万事万物也都是1秒钟1600兆的生命，哪一样东西是真的？
你把心定在这上面，这叫理业行三昧，你得到定了。啊，我们都知道袁了凡先生命被孔先生算定了，20年当中没有一次不准，全都准确，他什么都不想了，他那个叫事业心三昧，他心定在那里头，他不动了。啊，这个是理，你真的把一切法的真相看穿了，所以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绝大多数都是行理业心三昧。啊，他们应化在这个世间，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这个世界。啊，我们世间人讲，中国人算虚岁，他老人家80岁圆寂的，在这个世间住了80年。他现在是什么？理业心三昧。所以他的心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从入胎到圆寂，我们要问一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这叫住理业心三昧，菩萨实现也如是啊。声闻缘觉纵然不能住理，他住事啊，事业心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我们先把这段文看下去，为定心观真如之业理啊。真如这个名词就是实相，就是自信，就是法身。它的名词很多很多，释迦牟尼佛对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词，主要的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词，名词是假的。设想离体当中，名词都不可得，没有名词。啊，名词是人建立的，你要执着有一个真如错了，哪来的？什么叫真如？为了说法，为了教学方便起见，起这么个名字。你以为的名字是真的，错了。啊，你只要晓得是假的，你不把它当真就没事。嗯，它有方便的作用。啊，文殊般若经上说，法界业相，这个业相就是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就是法界业相。任何一法
啊，我们的思想念头，乃至我们是这个身体上这些物质现象，啊，通通是无所有。那是没有，确实是没有。我们现在以为有什么，这是个幻象。啊，是。1600兆分之1秒的幻象，累积的幻象，啊，一个一个了不可得，啊，累积在一起，你看花了，看错了，啊，耳朵也听错了，通通错了啊。把假的当作真的，什么东西真的？如如不动是真的。佛家讲真假的定义，凡是会动的是假的，会变吗？你看一秒钟变化1600兆，这么大的变化，它怎么是真的？啊，只有自信不变，永恒不变。你要在会变的当中看到不变，这就叫开悟了，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见到不变呢，就是见到性了；见到性，就是一切法平等了。为什么？同一个性。啊，相千差万别了。心同一个，心就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那是自信啊。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它无，说它会变啊，会变不能说它有，为什么？它不存在，它一变就没有，就过去没有了啊，再也不会回头。这个是真相，所以法界一样，戏缘法界啊，是名一心三昧。入一心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恒沙是形容动物，像恒河沙数啊，诸佛如来，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一点差别都没有，为什么呢？全是空的啊！《楞严经》上所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科学家今天发现啊，他发现了物质现象，物质怎么来的？从念头来的。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啊，念头就是生灭性，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一切物质现象都从心想生，心的念头啊，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生灭1600兆次，这当中一次你怎么能知道？我们其实当中一次不知道多少过去了，因为当中一次已经弹指2-3次了啊，几百兆的念头生灭就过去了，这个生命永远不会停止。到什么时候停止呢？真的妙觉就停止了。真停止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停止了，不是真停止。为什么呢？习气没断，习气断的是真停止，常寂观现前啊，你回归自性。但是在十报庄严图里头，你就看到无差别相，它有相啊，妙觉如来无相了，没有相了，没有相才叫真正无差别。啊，那么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我们可以说他是相似无差别相，不是真的无差别相。真的无差别相没有相，理一心三昧也，其心论也，一事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皆名一心三昧。啊，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这个众生是广义的，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身。啊，那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乃至于大自然现象，都叫众生。啊，换一句话说，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一切现象，跟诸佛法身平等无二，这叫一心三昧。啊，三昧是心定在这里，不怀疑。完全承认这是事实真相。啊，这是一心三昧，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啊，真正了解了，就入佛的境界了。佛境界是在一切境界当中如如不动。啊，我们如果证得，证得就是成佛，成佛的人还有身在，这叫有余依涅槃，证得叫涅槃，就是不生不灭，还有身体在，身体叫有余，还多余的，剩下这个身体，啊，这身体该不该死呢？不该死。你用这个身体去度化众生，行，不要这个身体了，马上就灭度了，回归自性也行。啊，众生跟你有缘，他起心动念，你又能现身，你的现身是自在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不是自己意思，他的意思，他心里想见佛，你自然现佛身。为什么呢？他得感你的因，他有心你无心啊，他有念你无念无处不现身，那个感缘消失了，身就不见了，所以现身时间久暂完全是靠感应，感应的力量强，时间长，哎，住世就长。感应的时间，缘没有了，身就不见了，啊，就入灭了。
啊，住世时间长叫应身。啊，他到了世现投胎，世现入灭，像释迦牟尼佛世现八相成道，就是一生当中八个阶段，这叫应身。啊，如果时间非常短，是化身。啊，化身，突然之间看见，突然不见了，化身。啊，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我在抗战当中，在贵州念书，校长周邦道先生胜利之后，他住在南京。周师母他没有宗教信仰，有一天遇到地藏王菩萨，不知道是一个出家和尚到他家化缘，向他化五斤香油，他没有给他。这个和尚就不见了。啊，他的房子我去过，很大，前面有很大的院子，真的大门、二门，底下是堂屋。和尚出现在堂屋里，走的时候，当然从堂屋门口出去，出去之后他才发现大门没开，二门也没开，他怎么进来的？走的时候门还是关着的，他怎么走的？所以这一桩事情多少年来他想不通，而且谈话时间很长，绝不是错觉，也不是做梦。那一直到抗战胜利，他到台湾去了，住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把这一桩事情呢说出来，向李老师请教。老师告诉他，那是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跟你有缘，后悔莫及，当年五斤香油没给他了。啊，所以他一生天天诵地藏经，念大悲咒，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他念的大悲水能治百病。啊，别人念的不灵，他念的灵。啊，非常管用。啊，这是什么？这是过去生中有缘。师母有感，这是敏感，这个感呢你自己都不晓得，地藏王菩萨知道。啊，真的是当初出生呢随处灭尽，你看一出这个客厅门口的时候就不见了。啊，出门口还有一道门，外面是外院，里头是内院。啊，这不是假的，周师母决定不会妄语。啊，他念佛往生火化有300多颗舍利，那个人天下第一好人啊。我们对于老师跟师母比对父母还尊重。啊，抗战期间我们离开家庭，学校就是家。啊，这两个长辈照顾我们比父母还要周到。啊，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念念不忘。
啊，感应道教不是假的。六祖谈经曰：“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之心，不动道场，直成净土，此名一心三昧。”大乘起信论里面讲菩提心，菩提心的体就是智心，它的作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自受用身心，他受用大悲心，一体二用啊。执行是道场啊，执行是什么？一个念头都没有啊。其念头就是妄心，妄心里头有善念有恶念，执行里头是善恶念头全没有啊，这是执行。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差别，如果一个念头都没有了，你认为是执行了也错了。为什么？那是无想定，什么都不想了。千万不能把无想定当作是执行，就大错特错了。无想定修成了，到四禅无想天还在六道里头啊。执心是什么呢？什么念头都没有，人家问你什么什么都知道，会有智慧在里头啊。啊，无想定是什么？心是定了，什么念头他什么也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他是无明啊。执心是觉性啊，清净平等觉是执心啊。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啊，也就是我们说样样都知道，没有一样放在心上。心底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样样知道。这是真心，真心里头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能生万法啊！所以这里决定不能够误会啊，所以执心是道场啊，妙觉如来的道场啊，直成净土，是真的清净。啊，这是理一心三昧，就是次之一心三昧呢。皆念佛三昧之一名，所以不要把念佛看小了。念佛是修一心三昧，为什么呢？一心念佛嘛，心里都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因为心里对阿弥陀佛叫死。从事业心念到理业心，
啊，这是我们能够用的办法。如果没有四，单单讲礼业行，我们做不到，肯定有妄想杂念渗透进去。所以我们把心里头摆上阿弥陀佛，其他的拉杂东西清除掉。啊，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口里念的是阿弥陀佛，我们一举一动都是佛事。啊，这就是早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老师常常教导我换心。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真换过来了，是什么样子呢？看到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看到一切物都是阿弥陀佛，看到一切事通通是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啊，你的妄想没有了，你的烦恼习气没有了，一团欢喜。啊，真的长生欢喜心。啊，自己成就了，要普度众生。文殊般若经下卷说：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协助乱意，不取相貌，细行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西方，所以时时刻刻向着西方。啊，端身正相，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啊，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啊，这些话，起心论意记啊，下卷的之末尾有。安乐集下卷，往生礼赞有这段话。啊，都是借取文殊般若经上说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只要细心一佛，专称名字就行。啊，有人专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学天台的，那跟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细心。本是释迦牟尼佛，必须要得三昧才管用。一心细念阿弥陀佛，不得三昧也管用。待业往生嘛，他能往生凡圣同居土吗？啊，念本是释迦牟尼佛不行啊，念本是释迦牟尼佛真的要得定啊。才能管用啊！你像阿罗汉，要得九次的定，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你先得到的是四禅八定，这是世间禅定，第九定才超越六道，叫出世间了。啊，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没有待业往生的，没有这个，所以在这里不行。在这个地方，无论细念哪一种佛号，
在理上讲想得通，但事上讲的时候，你得不到一心三昧，就是你不能念得到念佛三昧，那你就没办法啊。所以诸佛如来都称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那念阿弥陀佛称为三昧中王，要明白这个道理。凡夫业障习气杂念太多，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断掉？啊，念佛是一个好办法。真心念佛，虽然不能断呢，会完全淡化了，不像从前那么严重的执着了，就慢慢淡化了。越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越有把握。啊，坚固的执着是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依然不能往生。要知道，我们过去生中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句话你要承认。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善根，你在这一生当中遇不到佛法，遇不到净土。你能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就肯定了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么大的善根你才遇到啊！遇到还不能相信，还不能理解，这是你业障太重了啊！也就是续世今生造的恶业太多了啊！这一生没造什么，过去生中也没造，再过去也没造。那如果不是很深的这些业障，你看真有不少人呢、啊，一听就相信，一听就接受，他就真用功去念，念个三年五年他真往生了啊！这是我们常常看到啊。啊，我们跟他比一比，为什么他就相信，他就真干啊！见到人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跟他讲话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他没有杂心闲话，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笑眯眯的对你跟你应对啊！你讲的东西不管他听懂听不懂的，全是阿弥陀佛。我们晓得这些人呢，他在修一心三昧，不能小看他。他真有功夫啊！啊，功夫真得力了。啊，我们今天在经教上学到了，好像也懂得了，其实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啊，真正懂得了，马上就落实。就像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真懂了，立刻就开悟。五祖跟他做证明啊，衣钵给他就是证明啊，啊，证明他真开悟了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传人传的是释迦牟尼佛正宗的佛法，正宗的佛法是诸法实相啊，他见到诸法实相了，所以他的心不动了。
啊，我们今天很感慨啊，自己修行非常艰难啊，如果佛不给我们这么长的寿命，我们对佛法知道的是有限，这种有限的觉悟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只能培育出来生的慧根啊，来生肯定不会落三恶道，来生一定在人天，在人天有智慧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将来的果报啊，延长我们的寿命，让我们有时间更深入，这个要感恩的感诸佛如来之恩的感一切众生之恩的啊，一切众生的护持，点点滴滴我们没办法离开众生了啊，真知道了我们就真放下，这是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你知道几分你就能放下几分啊，所以知要从行上去看，如果你行不到，不是行不到，是知不到这是个哲学上的问题啊，知跟行决定是正比例啊，那我们看到很多阿公阿婆，他对经教确实不知，可是劝他念佛，他那么要用功，那么正干，这是什么？过去善根福德太深了啊！我们接触到怀疑，为什么他接到一点都不怀疑？啊，他没有怀疑，所以他也不需要跟问别人，他没有问题，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文殊表根本质，一心三昧者，细心一佛，专称名字也。故知持名一法，知是体乎，广含众妙啊！啊，佛经上用体乎做比喻的很多啊，体乎。人间最好的饮料啊，这是古时候的。过去道元法师啊，跟台湾佛教会他们组一个团到印度去朝圣，这是一位讲经的法师，讲经多少年，佛经上两样东西始终搞不清楚，一个是阿摩罗果，一个叫醍醐，这醍醐灌顶了。到印度之后到处去打听，阿摩罗果
印度人佛经上讲的懂不懂？他们知道有没有？有，拿个来看看。台湾也有巴拉，那摩洛哥知道了。那鹈鹕是什么呢？啊，鹈鹕也拿来看看。我们吃的沙拉啊，这是经常讲的鹈鹕、哦、这都吃过吗？都看见过吗？对，讲经的时候讲不出来，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啊，这两样东西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真的，多少人到印度去朝圣都不知道问这桩事情啊。讲经的法师他留意到啊，经常常说不知道是什么啊。鹈鹕是从奶里头提炼的啊，提炼到最后奶制品里面的精华啊，最好的，广寒重妙啊啊，用持名就好比是鹈鹕啊，一切法都在这一法之中啊。佛用舟作比，你看从奶提炼到生疏、熟疏、老鹈鹕，提到最后成鹈鹕啊，经过四到五次的提炼啊，奶里面的精品啊，啊，这就好比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从一切祝福、幸运心到正果、讲经说法、弘法利生、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到最后提炼成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啊，要想得出世诸佛大法里的最精的精华的东西啊，很可惜多少念佛人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这是一切法里的精品，还要搞这个去搞那个，那就没法子了普贤十大愿望是从根本智而差别智十大愿望，这十桩事情啊，是什么？是根本智里头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作用的智慧，这叫差别智啊。根本智是什么呢？根本智是般若无知，是根本智，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所以根本智就是三昧呀。啊，三昧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是定，觉是智慧。这个智慧是不动的，这个智慧是万事万物的本体，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
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就是从根本知其后得知，无所不知。这个十愿不可思议，愿愿都是变法界虚空界。为什么？因为根本知变法界虚空界，从根本起作用，哪能不变？啊，今则广舍愿望，为常幸运之名，是乃从差别之啊，复归根本呐、啊！啊，现在这一句名号，里面把普贤菩萨的愿望全部包括了，一条都不漏。啊，净宗唯独提倡幸运之名啊，这是从差别之又回归根本的，故曰心超普贤啊，他又回归到根本之根本之是理一心三昧，就是说从事一心三昧回归到理一心三昧，该持名之妙心，以果觉为因心的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弥陀的果觉的好啊，是果觉的圆满功德成就，我们用它来作为我们修行的因地心，但这还得了吗？啊，别人的因心从哪里修啊？从无界是善。从止观，从禅定，从忏悔，许许多多方法，无量无边呐、啊！你怎么能用果觉为因心？这个太高了，太殊胜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这样殊胜成就？是把这一句阿弥陀佛看扁了。他是过去，我们没有以为他是过去，以为他是普普通通一个名号，比不上忏悔。比不上十善。比不上六度，都这误会站在这里啊！啊，哪里知道这句佛号圆满含摄一切佛法？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念它不起作用啊！啊，不能说不起作用，局部的不是圆满。作用是相对的，你知道一分它就有一分作用，知道两分就两分作用，你圆满的知道它起圆满作用，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像慈云灌顶法师所说，你的业障，你的罪孽啊，佛法里头所有的经教救不了你，都不起作用了，所有的忏悔，所有的法门都不管用了，
最后还有一法，南无阿弥陀佛，准能救你。啊，我们想到宋朝，盈科法师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啊，这是个破戒犯斋的法师。心猿意马，经不起外面诱惑，外面一诱惑他就动心，他就生烦恼，就造罪业。啊，他是为地狱苦啊，他知道他自己的行业不是跟人天相应的，跟无间地狱相应啊，自己清清楚楚死了以后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的苦害怕了啊，求救与同参道友啊，道友送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感动的流泪，决心念佛求往生啊，把疗房门关起来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三天三夜念到精疲力倦，那一种沉静啊，哀求啊，真的把阿弥陀佛求来了啊！佛告诉他，你好好修，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到你命终时候我来接引啊，他向佛哀求，他自己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十年不知道要做多少罪孽，我寿命不要了啊！现在就想跟你走。佛给他约了三天之后，为什么佛不当时带他走，要三天之后？三天之后他能度很多众生，当时带他走的时候一般人未必知道他是往生，啊，约了三天，他把疗房门打开，告诉大家，这三天三夜没有白干，阿弥陀佛真来了。啊，三天之后带我往生，寺庙里没一个人相信。像你这种人，三天就能往生，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虽怀疑，看到他说话好像很认真，不是骗人，不像是骗人的话。好吧，三天不长，三天之后看你往生不往生，真往生了，大家相信。把他的事迹写在往生传里，写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啊，告诉大家弥陀经上讲的不错，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就成功了，这法门就这么简单了。我们知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哪有比这样快的法门啊？
啊，哪有从等于说从地狱里头一下就跳到佛国啊？圆满的超越了。我们看到能不相信吗？哎，初看到神话不太敢相信，经过几十年佛法的熏修不怀疑了，从内心里面肯定承认他，这是事实。那我们能不能得救呢？你看到盈科这个样子，无逆是我再大的罪业，你真干，他就真能成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以果觉为因心，因果同时，直截了当，不加方便，不落芥蒂。芥蒂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没有，得一步登天。没有阶级，所以念佛是因果同时，这是不可思议。八万四千法门是修因正果，因果不同时，所以经中用莲花表法，莲花是因果同时，花开是因，莲蓬里莲子是果。花开的时候果已经在了，已经看到了。不像其他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莲花是代表因果同时。正如弥陀要戒云，阿弥陀正凡无量啊，阿弥陀是梵语，翻成中国字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这阿弥陀就翻成无量，本不可数，无量，什么无量？什么都无量。样样都无量，这是他的本意。前面我们读过，释迦佛成佛了，他老人家自己说，什么时候成佛的？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界之前，他就成佛了。我们现在懂得这个意思，这什么意思？本来是佛嘛，这本来是无量啊。没法子计算的，不能想象。本来是佛，你成佛了，他成佛了，都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我本来就成佛，无量无量界前就成佛了。这一次不过什么，把那些障碍的肮脏东西洗刷干净，障碍统统放下，
佛身就现前了，是这么个意思。啊，佛是本来佛，佛是无量佛，本不可数，本是以光寿而已，受尽一切无量。啊，本是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啊，无量寿佛。啊，把它说了两种，一个是无量寿，一个无量光。啊，用光寿把一切无量全包括在其中了。光是呢，恒遍十方。我们今天讲空间。寿呢，寿是数穷三际，我们讲时间。时间跟空间横竖交缠，就是法界体。法界体就是自性，就是真心，就是实相，就是真如。那本来是这个样子啊。居士体做弥陀身土。啊，弥陀的身是法界体，弥陀的土居住的环境是法界体。啊，一界居士体做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具离体。名号这种深奥的义理，知道的人不多。真正知道的人就更少了。为什么？也许读过这个经，知道这回事情，没放在心上。啊，也就随便看过去了，不知道这句话重要性啊。啊，众生本觉离体就是众生的自信呐，啊，就是我的自信呐，就是我的真心呐。中峰禅师说得很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话是一点都没说错啊。他本来是这个样子，只是现在我们自己把真心忘掉了，啊，把一些拉七拉八东西放在心上，啊，心里面常常惦念着。不能放下，那什么？那啰嗦，全是虚妄。全是假的。啊，假的里有真的，真的忘掉了。啊，完全重视这些幻象假东西。起活造业。感六道里面的不如意的果报，就干这个事情了。啊，诸佛如来看在眼里，很感叹说：“可怜悯者呀，你们本来是佛，本来是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现在沦落成这个样子。”是你自己堕落的。
没有人诱惑你，没有人陷害你，啊，自作自受啊！啊，他还不甘心，说是别人害他的，怨天尤人，罪上加罪。啊，在这个经的幕后，把弥陀名号的功德又详细说了一番。诸佛如来，足思大德，无尽的慈悲表现在这里。持名即念佛是什么呢？十觉合本。我现在开始念这佛号，这十觉，我本来是佛啊，事先是佛是本觉，事先做佛，我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做佛，跟本觉就合起来了，十本不二，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啊，我们的佛是怎么念的？为什么不相应？啊，换一句话说，俗语讲，那个人念佛灵啊，声声佛号跟阿弥陀佛接通了，我这个念怎么念都不灵啊。啊，念了几十年消息都没有。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应该知道了，你毛病出在哪里？不在外头，外面没有。啊，出在迷惑，对于弥陀名号不认识。不知道弥陀名号是自己的心得，是自信。不知道弥陀名号包括世出世间一切善佛善法，包含着一切诸佛如来菩萨修证的无量功德，不知道啊。啊，以为它是个普通法门，啊，所以修学时间久了不灵，啊，听到那个修禅学密的，大概比这个好，比这个灵光，马上在这改变，多得很呐！啊，都是对名号这个义理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啊，在于自己烦恼习气太重，放不下。啊，时时刻刻还起现行，起现行就是造业。普贤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今则
念念即是弥陀，且十大愿望，义理深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这个话是真的。十大愿望就十条，一条四个字，四十个字，字字句句深广，没有边际。什么人修的？化身菩萨修的。凡是参加华严法会的，不是普通人，设法界里面人一个都求学都去不了，没份呐。你看不见呐。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在定中讲的，你有能力入定中法会吗？所以这是对化身菩萨讲的。普贤菩萨实愿是让化身菩萨修的，不是凡人呐。而持名一方呢，普被三根。化身菩萨也修这个法门，四圣法界也修这个法门，六道三途无逆施恶，也能医治二度生死，他通通能。无论什么样的众生遇到了，只要能信能解，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生极乐世界的。譬如能与不治之症者，推为良医之首啊。这底下一个比喻，这个人能够治愈，一般医生治不了的这个病症，他能治，这称他为良医。是故能度极恶之人者，应称善法之王。极恶众生，无逆施恶。这是阿鼻地狱的业报啊！无逆，杀父、杀母，不知道父母养育之恩呐，不知道报恩，还要杀害父母。这个罪极重，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这个人死的时候没有中阴，我们俗话讲一断气，神识立刻就到地狱去了。没有中阴呐，叫无间地狱，当中没有间隔。从堕地狱到地狱出来，那是罪业消掉了，经历的时间是用劫数来计算。地狱里受苦没有间隔，就是没有休息的。普通地狱还有休息。
啊，无间地狱是没有休息的，这个罪够受的。啊，杀父母，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代表老死。啊，我们的身体、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智慧、慧命得自于老师。所以，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平等的，一样大。啊，所以杀害老师这个罪过。也是阿鼻地狱啊！不知道报老师的恩，陷害老师啊，置老师于死地，这罪不可赦啊！敬业三福。第一条前面两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一切善都从这个根生的孝亲尊师啊！今天社会对这个不要了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提出严重的怀疑啊！为什么要孝顺父母？父母有什么值得孝顺的？啊，为什么要孝敬老师？老师是贩卖知识的，我是交了学费去学的，啊，是生意买卖的关系。啊，先前这个老师身份确实都变成商业行为。啊，古时候的老师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现在我们遭了难了。社会的动乱，地球灾变异常，报应呢？啊，频繁的灾难，大家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办了。怎样来解救？是当前第一迫急的问题啊！方法有没有呢？有，但是你不相信。什么方法？老祖宗的方法你要是不相信老祖宗过时了旧社会的东西通通是糟粕啊！现在是科学时代这赶不上科学时代他们完全违反了科学好吧那你就慢慢受吧啊！今天的问题科学已经解决不了了连科学家也束手无策了啊！科学家预料地球会毁灭啊！向我们宣布现在是地球的末日啊！末日怎么造成的？科学造成的
啊，把大自然的生态破坏了，大自然的秩序破坏了，恢复大自然的正常，就有救了。老祖宗所教的，是跟大自然相应，完全是随顺大自然。大自然里头有爱心的，现在人没有爱心的。大自然里头有义气，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提出无伦无常四维八德，完全是随顺大自然。啊，今天社会上所崇尚的、提倡的，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存心欺骗一切众生，没有信用可以。啊，今天的人只知道厉害，争名夺利。除这个之外，毫无忌惮，报应现前了。佛法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回头是岸。你要不回头，你就要承受这个报应。你回头，真的你就得救了。啊，为什么呢？无逆施恶一回头，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啊，这个话你能不能听进去？你能不能相信？啊，你能不能理解？这一部经不算长，也不很短。我们现在讲的是接近1200个小时，啊，到600期就是连1200、200个小时。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了。真正肯用1年的时间好好的来学习，对于无逆施恶也能医治而度生死这一句话，你就相信了，你就明白了。啊，只要一回头，你就能度得度了。譬如能遇不治之症者，我们今天遇到的正是不治之症，严重啊！尽宗能治啊！啊，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极恶之人？不必别人说，自己扪心自问啊，什么叫觉悟？无逆施恶就是觉悟。我们虽然没有杀害父母，
对父母照顾周到吗？尽心了吗？能把对父母放在第一位吗？对老师什么态度？对兄弟姐妹是什么态度？对你的上司，对你的同僚什么态度？对广大群众是什么态度？如果是不仁不义、无礼、愚痴、狂妄，这个罪就重了。食物说得更清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婪、嗔恚、愚痴，那食物。啊，这里头有几条我们犯了。犯了一条都是地狱罪，如果忤逆施恶全犯了，那就是极恶之人。极恶之人能不能救？能救。佛菩萨慈悲，不责怪你，佛菩萨能原谅你。为什么？因为你无知，你从小没人教你啊，前面我们在经文上读过，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余者是没教你。你今天造极恶，也不能怪你。这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了。啊，只要你能念佛，你的罪可以消掉。啊，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真心念一句佛号，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大乘经上常说的，不只说一次，我们要深信不疑。啊，那么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这一句名号，应称善法之王。啊，这本经是一切经中之王，心愿持名的方法是行法之王。啊，这一句名号，王中之王，故持名心超普贤，幸愿持名定登彼岸。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今天我们的问题，信不足，信不信？信了，不圆满，不足。愿，愿不愿意生往生极乐世界？愿意，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对这个世界还有相当程度的贪念。随愿不切，持名天天是念佛，没错，妄想杂念都夹杂在里头。那这个佛号是不干不净，啊，跟大势至菩萨的标准有很大差距。
啊，大势至菩萨要求我们的都是六根。都是六根是什么意思呢？换一句话讲，你是懂了，万缘放下。都是六根就是万缘放下，眼放下一切色相，耳放下一切音声，就是不要去攀缘这些的啊，见色不要放在心上，听声也不要放在心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这就叫都摄六根。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确实什么都没有，事上我样样都有，心上没有，事上我没离开这个世界啊，四相就不能放下，但是四相已经不放在心上了，这个高明啊！啊，胡晓林有一篇修学的报告，第二篇啊，这个能多印一点，同学们大家分开看看，他已经进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叫立思练心啊，日常生活照干，什么都干，欢欢喜喜的，不走心，不放在心上，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觉，一切时一切处啊，这个修行功夫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以前初步是原理，现在不需要原理啊，不是暗物了。为什么呢？知道一切皆空，知道是假象，知道皆不可得，我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必把它拆穿。为什么？你听不懂，我要跟你讲，你说我说疯话，我这个人神经不正常，要送神经病院了，不能讲啊。啊，这叫真修行呢，真的功夫得力了。啊，生活在世间，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六合六度普贤十愿全端出来啊，通通做到了，表演给大家看，好啊表演得很逼真。为什么？心是阿弥陀佛，怎么会不真呢？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我，我害惨了啊，无量劫来到今天被我害了，现在觉悟了，没有我啊，我在哪里呢？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那个是我，可是一秒钟里头已经有一千六百兆个我，我在哪里？全没有了，不可得啊！不当我如是啊，六根所接触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常常想念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
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啊！你能够观想这个，观想这事，理一心三昧。念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是四一心三昧。我们从四一心三昧跟理一心三昧连接起来，理四不二啊，理四是一了，你就入境界了，你就会生欢喜心了。这一生没有白来，没有白过。为什么呢？决定的生净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圆满无上菩提。这是干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全是六道三途啊，不能再干了。觉悟之后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才能有成就。决定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你就来不及了。这一次的缘分就当面错过。记住持名。最高的效果真的是行超普贤。要相信信愿持名，决定生极乐世界。定登彼岸。故愿行超普贤等平安。这句话不是假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部经我们现在一年圆满一部，起讲的时候遵守普贤大师之德，圆满的时候心超普贤，彼岸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期限1200个小时圆满了，我们要跟上啊，不能落伍。跟不上落伍，原因都是放不下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那些事情全是啰嗦，全是染污，全是糟粕，应该要把它丢得干干净净。恢复你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就对了。常常念这些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现在时间到了，今天就休息到此。